兄弟，老屠夫，太老了，欧德屠夫，我操！我操你妈呀！真是，唉，天克，真的是天克。 命里就克，来，往回拉呀，哥哥！他把宰了，你妈！ 能刺杀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他妈的，他怎么有个大呀？我操！哎，把他杀了，帮我复仇，兄弟！可以可以可以，你没火。 他又拿了，兄弟，下一波存在啊！哇，兄弟，这个勾也太秀了！我操，兄弟，我不能再送了，好吧？我不能再送了，再送就是对不起这个恩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 兄弟，这个蓝真的不惨了，这个蓝让了我3个野，好吧，就让了我一个人头钱，我就你说他打的好不好？我操，真的是这种选双人能让队友打的很舒服，太舒服了。兄弟，还可以吧？极冷，极少，极多瞬间给火了，被波打的，有古法我可能打团接不了技能，我就好，阳他一下。 什么来了？什么来了？先补一下状态，先走。哎，什么没来？他装哪个？装你妈逼呢！我靠！吹，兄弟们，吹一下，吹一下。
你他妈别搞我呀，兄弟！让你这么肥，我靠！别送了，该走先走，该走先走。哎，我操！你他妈骗自己啊！直接走，直接走，还能掩护一下你，兄弟。闪他呀！那个白手，我操！哎，攒上去砍他，砍他！你别跑！出吧，出吧，出吧，打不过。回去补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可以打了，真的无敌队伍。啊，他怎么有个奶啊，我操，换血换血，我操，换血。兄弟掩护一下，掩护一下队友，掩护一下队友。他没换血了，干他这个白走。哎，好了。哦，哎，打完给这个愣点个赞啊，我操，这把都是愣帮我盘活的，好吧，愣很关键，兄弟。换血了呀。银剑军，先能过去了。
全身一边是枪吗？兔崽子，射我火箭！ 自己找个视野，好逼！就拉小野啊，小野被追风。 而且你看他是有大魔棒的，他那一波可能磕了大魔棒，所以才活了。
别往里面冲就行了。 骷髅没有大了，太大了。 后面，真的不知道中了还是没中。 这边，灭了呀，兄弟们，我操！啊？咋灭的，兄弟？咋灭的？ 这点就啊！太卡了，玩不了。马上封盘，我们看录像，等个两三分钟，好不好？ 两百三把的血，我有眼。喂。看那傻逼徒步了，中路有人叫大哥。看那傻逼徒步了，你这难搞了。 没高度，山东这边总管这里枪。
你有视野，你就可以打团，可以打先手。火人开视野的作用，好吧，这个要记一下。火人开视野真的很关键，很重要的。把这只猫造的散尸。背一个卡尔带出，这把被卡尔带赢，我操！那你觉得我这个卡尔打得怎么样？牛逼的很，牛逼的很，山东的。我操，我远的去了，我操！那你哪里的？湖北的。湖北的，那远远。